玩一下也可以了。然后老板也觉得，哎，赖导，你可以演哦，我就尝试了。因为以前我也演过戏，演戏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好玩的。鳌拜来讲呢，就是说他是这个戏里面的一个大反派。我以前曾经也练过一下武术，那对这方面来讲呢，也应该可以胜任吧，啊，所以就玩了一下。对每一个作品，对一个每一个人物，你必须要付出，你才有成果。虽然我是当导演，但是我演这个鳌拜，我也应该要跟他们一样，尽自己的力量。我能打的就打，能够去承受的就承受，多么辛苦都不怕。因为创造一个好的角色，那对这个戏的加分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！来，今天是鳌拜被杀的日子，总导演赖水清也少不了淋雨、被打、吃苦头的戏份。就像他所说的，一个演员要对每一个角色付出，才会有成果。能打的就打，能够承受的就去承受，多么辛苦都不怕。